选这件衣服比较透视，而且还是长裙，穿起来飘飘那样，很美。可是我喜欢我身上这一件呢，因为它也是很高贵，而且很适合穿在宴会啊，或者是 clubbing 的场合，而且可以凸显你自己的事业。哦，我可以看到你换衣服好像很快耶，我有点紧张了。没有很快啦，只是真的很快罢了。我只是比 Jolin 快一点啊，然后比 Michelle 快一点啊，因为我自己也是卖衣服啊。那我要怎么办？不要这样吗？不要，就是，我一做你再开窗，你再往，快穿，哎，怎么办？快穿！
点点呢。叫你想怎样哦？我们玩刺激一点咯。什么刺激咯？就是跳舞咯。真的？还能真的？的，这真的很简单，你一定做得到了。我听你一次啊，信你最后一次。